好，各位好，Fly Bear 灰熊，我们尽快把颜色放回去，然后在天黑之前，我想把这幅画完成。这是我上次 Parking 的颜料，白色。那刮完以后呢，你就可以拿一张纸巾，对折，然后把你的颜料放在缝里面啊，这样的话你的纸巾可以用很多次了。好，这就是我昨天画完以后，暂时存在这个大的画刀上面。这种大画刀一般美术社都有啊，所以不难买得到。然后呢，你可以把你剩下颜料，因为你看这样的话，颜料还就隔一天了，所以它还是软的。那其实我这个颜料是从我昨天没有清漂色盘啊，那放阳台，那结果太阳一晒呢，它就硬啊，硬呢只是漂色盘，我在清的时候比较方便，所以我先在清漂色盘的时候，我先把颜料刮起来，放到现在这个位置，我还是一样啊，照原来的颜料放好，那这个刀子就很好清，你只要用一个小刮刀。清完，然后呢，这个大画刀呢，在里面找一格，你就集中在那个位置，这样就干净了非常干净。擦一擦，这留在待会儿我们画完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再来 packing 我们的颜料。好，首先我挤上白色颜料。这个图是我刚刚从手机，刚刚我们这叫做英格堡 那各位可以看到那个电线啊，电线杆似的，那就是电缆，缆车的营运那应该是我昨天没去所以我不太能确定不过瑞士的缆车。就是非常普遍它是火车跟缆车的一个以这样的交通工具为主的不像我们都是捷运好，我补上，这是开点 Yellow Deep 我也期待各位把英文颜料的英文记起来，这样的话很好沟通不管你将来是不是去国外或者展览或者现场示范那你都不管是不是这样那画友之间，那对色彩的沟通，因为中文来讲就非常非常多会讲不同的颜色然后讲到面红耳赤，结果说原来你讲的蓝跟我讲的蓝不一样，那英文就不会有这种，那非常精确就好。那我从图里面我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的蓝色是占大多数所以就跟昨天一样，我会用 Philo Blue 用多一点。你看 Philo Blue 还是用的最快的，同样都是一大支，它现在都扁扁的了。所以出外写生大家就知道了Philo Blue 要带多一点还有，当然白色一定要很多Philo Blue 多一点。OK，好，一二三，剩下 Yellow Ochre。因为我们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固定位置，所以很容易察觉少了什么颜色，或者是少了哪一个哪一个位置不对因为我们位置都是固定的，所以你在调色，像我现在。这里应该是下雨天那灯光已经非常弱了那我补了一个 LED 灯，可是我相信待会儿灯光会全部暗掉所以我尽量缩短这些时间，然后我就开始画。好，首先呢，我自己找齐，在。在饭店或者是
像这样的露营，其实已经很困难了，更不用说在户外了。在户外就加上风雨，加上杂讯啊，声音啊，所以你可能就要戴耳麦，那耳麦又听深深的这个线，那这个就非常非常困难啊。假设要做一个分享的影片，那就是非常辛苦啊。所以，即便在饭店里面，像我现在，你可以看到那个是床，把床的一角把推开，然后我们来做一些这个改变啊，它都蛮复杂的了啊。好嘞，我现在回到画面，这个是我现在看到的，我视觉上看到的这个色彩的冷暖的分布啊，大概是这样啊。这个是远山，那还要灰一点，所以红黄蓝啊，来一点咖啡色啊，那就灰灰的哈，再来一点红。好，那这个是远山的。那远山呢？它不是全部都灰啊，它是白雾灰的哈，所以一点点的白色。基本上很多人大家去记这个，第一步啊，第二步啊，色彩是怎么调的哈？那这个好的方法就是，你只要记三个颜色，你要让它灰。红、黄、蓝等比例，那个是蓝，咖啡跟蓝为主啊，就是黄跟蓝啊，冷蓝为主，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Phthalo Blue 跟 Terra Terra 是主角啊，你就不会挑错，你这样就是这种颜色，OK，这样的调色速度啊，效率非常快，尤其我们现在太阳快要下山，我真的预计50分钟内画完哈。不能老是没有办法做到啊。OK，好嘞，我在做暗面，暗面的绿色，这就是暗面啊。光线照不到的地方就是这个树林的部分。我相信影片应该看得到啊，因为我现在把镜头也把这个想办法把这个 iPad 的画面也放上去，你就晓得说我调色到底是为用在哪一块。好了，那这个大花刀休息一下啊，我们来开始画。那调色哈，记得这个稀释剂的吸笔筒啊，你要把这种有个横杆的话，我就要把它调到我这样手可以刮得到的地方，这样的话可以节省你大概0.2秒。好，那我们要从哪里呢？绝对不要从雾状区开始，要从色彩区开始，因为的话，你笔一沾到白色以后，你非常难清掉啊，所以你要从色彩区。好，那色彩区你可以看到约略的啊，大概是这样过来。第一笔稀释剂会比较多，对不对？那越来越少。然后你会看到这里是一个暗面的灰啊，所以再来稀释剂多一点，因为它这边已经成为干刷了，你就知道稀释剂非常少，然后补回原来的稀释剂量。OK 哈，那我现在会流动了，注意看它流动了啊，流到再流动，因为它是暗面哈，你需要它流动啊，否则这个笔触你要来来回回色彩了，那就会这样子，因为温度的升高，饱和度就会下降。你这样顶多一笔而已啊，你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地方一点点微差异。把笔擦干净，我们把它放这一块。我还没放那一块之前，我改变了我的想法啊，就说我需要这个暗面先做出来。好，来，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些不要那么明显的界限啊，所以要趁它湿湿的时候。好，它是有点灰暖色的蓝，加上 alizarin crimson，OK。
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哦？所以说完完全全不是去看它，然后再去比对设施，这样太慢了哦。一定是从观念来的哦。你从观念来，你就晓得最大块的面积你应该先掌握，因为干掉的话你是最麻烦的哈。好，我们留了这个来放饱和的色系。所以跳着画啊，跳着画这个，无论你在什么时候去用，它都是非常好用啊，因为它会形成空气的。因为你如果即便你忘了画，或者是少画，你后面再去补，都还很好挽救啊。可是你一旦画上去，你要叫它不见，几乎是登天还难啊。所以下笔。你先去规划，哪个地方是你想让它有空气流动？好，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树跟后面那排树，还是你希望创造出空这种纵深的空间，那你就可以像这样跳着画。好 ，OK， 那有很多很黑啊、哦，这个压一下啊，因为我记得太用力压那边啊会。会翻过去嘛哈，这是上一次的，所以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方式，我的左手就先压着，这个回去我们都在慢慢解决啊，不会啊、你一次出来，你所有的工具都非常称心，当然你花了几十年后悔了哈，可是期望这样子的话，这个。其实是不太实际的哈。好，来，我们来先开始画后面，我已经把暗面加进去了啊，所以它有的也会融，有的不会融啊，所以就放这样子啊。这边再多一点。然后我把远山的这一块，它比较绿一点了哈，所以我加了 yellow， 开点 yellow dip 哈，然后一点点的，一点点好，一点点 ，OK 哈。这个 blue 哦，你看它绿色就出来。好，第一笔稀释剂稍微多一点，我回补到原来刚才那个叫做完完全全的稀释剂。第二笔就不用了哈，你就只刷，你可以保留一点点空隙，那两个色块直接保留空隙。再过来，我要画的是背景。背景的山呢，我们就知道它是灰啊，然后再白。那你可以眯着眼睛看，其实它没有比这个亮啊，它是灰而已哈、啊。明度的话，当然这边还亮一点，这边暗一点。所以你可以就在调色盘里面两个比较，我要比它暗一点，但也带一点点白，是不是很容易啊？很容易啊，你看看就差一点点。所以你调出来的明度啊，第一个明度就非常精确。我忘了哪个大师说，你明度如果对的话，所以我画要画坏了也不容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可能是这个意思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我把它翻出来以后，可能不完全一样的字眼而已哈。好，你看这是干笔，这是湿的哈。所以有凸有凹哈，湿代表什么？它没有笔触，没有笔触代表什么？代表它在暗面。OK， 好，你看我们留了啊，留住哈，对，不一定要把它两个色块融在一起哈。当然有一些时候需要，好比说有速度感的时候，那这个速度感是其中之一了哈。但这个没有什么速度感，它静态的嘛哈，它有远方的那种雾状感哈，但不需要速度感。好了，那我们再来把笔洗一下。对于远方的天空呢，我先不要去理它哈。我们把这个远山，好，你看我把明度稍微加暗了。为什么要明度加暗啊？因为那个远山这个地方是站立的哈，而且它更冷一点点哈，那雾状更少，因为它在阴影的部分。好，来我们雕刻这个远山，像不像？嗯。这个其实就很容易了、啊、因为它就那么几个关键的形在那边、啊、你稍微留意一下，大概这座山的一个像不像的地方，你就
大概掌握起来。那有点笔触哈，因为它远哈，看起来还不是很成功，因为我要的是它的边缘非常暗，啊，像这样，啊，然后让它留下来，啊，OK，啊，待会儿再用去，啊，切割出水平面。好了，那我要做完这个以后，我要把这个的暗面跟这个的亮面切出来，我要让它亮，就要让背景稍微暗一点，就这样稍微暗了，太暗了哈，我要加点灰来，一点点灰吧。啊，这样的话明度又接近了啊，啊，所以你怎么知道我再放回去的时候笔的明度呢会跟刚才一致？你可以跟在调色盘做比较啊，好，调进去，这个调进去，这个呢，三是这样，这个有点变偏。红啊，然后偏更雾啊，白色稍微多一点。你看明度又不差一点点。我们常在聊说 Romea di Lato 它的明度是差0.2啊，这个就是0.2，0.2是怎么来的？就是你在调色盘你就看得到了，不然它怎么会有个器具可以测量？是没有的哈，没有。所以调色盘，如果你是明度5的，你就天生。你就占有非常大的便宜啊，尤其你在调色的时候，你就非常方便。啊，那天有人在问调色盘怎么购买，那是要订的。那唐薇那个薇姐那边啊，我想她上很热心帮我们做了一次，我不想会不会再帮我们弄啊？这个就很方便啊，如果你有这个工具，实际上你就已经看到原山了啊。我们没有继续画下去，但是我们就已经给一个大概的感觉，后面有一座山，前面是一座山，前面这座山啊，这是地哈，我把它扫一下，这是卧室，我不希望 check out 的时候房东来说，哎，或者是回去了以后人家来说，好，题外话不说了啊，我得要赶快一点。好，来，我现在要做这个山脉的暗面啊。那这个山呢，你就知道我们比较暗一点啊。这个山的明度就这一块，对不对？好，我们的山明度是这一块，所以我看是不是比较暗？有嘛？哈，比较暗。好，那就你就完完全全知道明度如何控制啊。有许多许多画友，他。素描明度控制超棒的，可是它转换到色彩的明度以后，一下很困惑啊。困惑的原因大概都是没有一个基准可以比较，因为它每一样东西都要跟视觉上去比较，而不是跟调色盘比较。可以试问一下，调色盘距离比较近，还是你要去跟物件啊？物件你还要抬头，还要去看，然后再抬头再看的时候，还不一定看同一个点。那调色盘不会，调色盘一定是同一个点，而且就在上面而已啊。那你还可以重叠，就像我现在这样，你就可以重叠比较明度，所以非常有效率。你看国外他们的训练啊，value is king 啊，就是你讲这个笑话是很俗气啊，我第一次听的啊，我是感觉说，哎，这个外国人，这个卖画是第一啊，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英文啊，现在当然很好笑了，不是啊，value 是明度的意思啊。我查遍了所有的书，那当时啊，大概5、6年前，根本没有 value 这个字啊，不会有这个人来，不会有些人来告诉你说 value 叫做明度，因为他们也不懂中文啊，所以他们也知道东方人去学。这个语言的第一个障，这是语言就是第一个障碍。那当然很庆幸有很多外国朋友帮忙，那慢慢的，哇，才了解啊，value 不是钱的意思啊，不是价值的意思一层一层的过来以后，你就远远的，就是抽象啊，就即便是抽象，你把挂在墙壁上啊。
就是充满的一个imagination 啊，就你要去猜哈，但是很好嘛，因为对话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画东西千万不要用一个形状啊，因为用一个形状开始的时候，它对话性不会像这样子，一开始你就知道形了。那你看电影侦探片，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是谁。当然你会很后悔付了钱来进来看电影啊。好，我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个的暗面，你看好它这里形成很多这个流动的痕迹呢，我要把它做出更暗的暗面来形成阴影啊。好，那有没有去抄图片？没有啊，我只是 reference 到那里说哦，这样的话我的树呢？待会我的亮面放上去啊，你看亮面是不是后面放？后面放的时候呢，就好像色块呢就叠在上面，就是最亮的部分就会在上面。那这个油画的特质之一啊，因为堆叠出，因为堆叠的关系产生了光的效果啊，光来自于色彩、色块跟色块之间部分的堆叠部分的堆叠呢，它才会形成。色光的流动哈，我们晓得那个David 常讲叫做color flow 这个讲了大概第三年我才听懂，color flow 原来就是它会形成色块的流动，它会形成光，它在流动，就好像你暗示光是在哪个地方，然后那光其实。我们的光是一个直线前进的东西，它哪有流动？它不是海水哦，它不是一个河流。可是呢，我们画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设计成流动，它的 flow 所以他才常常讲 flow you make the flow，OK，make everything flow，OK，don't make fix，don't make figures that fix，就说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你要让它觉得有空气的流动，你要觉得有光的流动，有色彩的流动，那么才会吸引。那我们来把定位哈，现在整个画面大概满了，换一次。为了加速哈，我把这个12:18:5:1都拿出来，怎么样最快的方式完成一幅画？大概是这样再不然天就黑了。我现在已经看到外面是灰灰的了，一部分的光线我还是依赖外面哈，要不然这个影片应该拍不起来啊。我看你有反光的样子，我回来检查一下。啊，对，有反光。好，那因为 LED 灯左边有反光。好，我把它拿掉，好，拿掉，我把灯先关掉。这样好像好一点啊！我最后再来加灯，OK，好，否则你不知道我在画什么啊。虽然整个暗一点啊，不过大家了解啊，最主要我们是要了解一个观念啊。什么叫观念？就是放进去的东西啊，放不而不是抄进去的东西。抄进去的东西就是要复制，放进去的东西叫观念，OK。好，我们把黑加进来了，这第一次啊。好，那黑怎么要放在哪里啊？你们可以看到，这样子过来，光线就是这样过来。OK，光快消失是这一块，这是色彩区。那光这样过来以后呢，最强的是一个平面的色照射啊。那平面的色照射呢，它的阴影呢就存在这个房子的部分啊，它的阴影啊。那我们把几个黑色放进来。啊，有没有照去描？没有啊，就是大约好，并不是说我们是写生啊风景，所以这个结构很松散，或者是不是这样子的啊？是我们先把观念放进去以后，我们再去找出，我们再用我们的观念，比如说色彩。色块跟色块之间形成线条，线条跟线条之间形成了透视，透视以后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空间啊。
好，那是你的这个定位就是这个白色的房子。那我昨天有示范过房子怎么样插起来啊？来，我们现在再做一次啊，它还没干啊，这个只有这时候我才能做这个房子的屋顶，它是这个最需要显示出它白色的地方。OK，好，两个放旁边，第二张。这个第二张，它的房子是这样子啊。这个是错的啊，为什么是错的？因为你看嘛，颜料又弄回去啊，这样才对的。这个是颜料插起来啊，颜料插起来其实不是重点，是稀释剂我把它擦掉了。好，再来呢，我们需要，这是笔又花了自己啊。好，再来是。先放旁边啊。再来是我们刚才画阴影的部分呢，上面我们需要一些反白的建筑物，啊，类似像这样。我怕你们看不到，哎，顶光，好，这样可能也都看不到啊。回到镜头去看一下。还好啊，它反光就不是那么强，好，这个是好主意。最 LED 有三段式啊，就我开最弱那一段。我们先把我们要的主要的色块放好，就是刚才那样啊。那根据什么？根据色彩的冷暖啊。色彩冷暖放好以后呢，我们开始定位。什么是定位呢？就是大致上的形状的定位。那怎么样去定位呢？我们可以用最黑啊，我们刚才用到了最黑。好了，我们用最白相对定好哪边最白啊？其实它不会是最白，因为它是在逆光的部分，哎，最白的部分在哪里？在这一块啊。回来再沾点颜料，哎，需要一点稀释剂啊，不然它脱不动，你会觉得它还脱一个色块啊。一沾到底色呢，你觉得它已经染上了底色的时候，再把笔拿回来。那你看刚才那些，我们不是刻意留白啊。刚才那些部分留白的部分，你可以就拿来使用啊，使用它做一个很奇特的效果，好像比如说，它就会粘住嘛，因为画布是干的嘛，啊，所以你颜料可以很容易、轻易的厚涂，而且你可以用 broken color。或者是不同的技巧，你就形成了山，那山的效果它就会呈现，很简单啊。OK，然后越往下有阴影来沾一点点，这个叫做Ultramarine Blue，那因为它阴影里面它的白色就不是那样子，它的白色可能是这样子。它是一个暖色的，好，我们刚才讲过了，你如果是在暗面呢，它会形成一个暖色。Ultramarine 呢，是我们现在用的三个颜色里面的比较暖的一个颜色。这不是强制规定哦，Ultramarine 一定是蓝的，一定是暖色，这是三个颜色，三个蓝去比较，相对比较的啊，相对蓝啊，你也可以设计一套颜料，你的颜料。那就是你自己的啊，就像我们现在我自己设计的这样的一套颜料啊，它会形成某一些比较温暖哈，某一些，然后它的目的呢，就是要形成我们现在所要画的这样的一个的表达方法，所以没有说一定要一样，可是如果你要学，你从零开始，那你要学这样东西，那何妨？
人家已经实验了好些年了哈，那为什么我们不把它挑起来用呢？啊，这就是我常常跟许多初学人这么说，他已经花了好几十年了，像 David Levine 一样，花了50年了，然后去研究这样的一个理论，那我们又何妨去花点时间啊，去好好研究它呢？啊，这大概是这个意思。好嘞，这个我就定位到后面的山。山定位完了以后，我开始定位一些树。我们这个树啊，光线在中间，所以我们先定有色彩，然后再定雾状区。啊，色彩来自于哪里？来自于黄跟 Philip Blue。好，来，我们调出了 Broken Color。啊，你看这个就是 Broken Color，哎，应该看得到。啊，这就是 Broken Color。好，那哪边色彩区？我们刚才讲这是能。啊，那色彩就是这一块而已。好了，所以你画的时候就要记得你要从这里画啊，给这一块跳着画，这样不算哈，不够 broken 哈，因为你需要的是哎像这样子。我再做一次，好，你看我的尖端是黄色，对不对？啊，broken color 是像这样，对，这个就是我要的。越来越大块，树越来越近。好，也要 deep 进场啊。那 deep 进场意思说饱和度加高了啊，色彩饱和度，那就把树拉近。稍微贴着黑色的色块，应该是阴影啊，稍微贴啊，你比如说这样啊，这就是稍微贴，这样的话它就形成树的阴影，是这个树啊，不要把它消灭了，那就你的笔第一个会长，第二个呢，它所带给你的效果就没不好了啊，你要的是它取它的阴影，而不是把它整个暗面消灭掉。好，我们把这个红加进来啊，表示什么？这个叶子根茎啊，树根茎，有一些要突出去啊，有一些啊，这样的话形才会破掉，破了以后呢，才会知道这个遮挡在前面哈。这个红色在一点点，好，那要画哪里？画这个地方。它表示什么？强光穿透了这个树林。好，那绿色要有哈，不能全部都红哈，这样子，那就不像树了嘛啊。那它在它的屋顶，所以你可以贴着屋顶啊，我们叫做雕刻，雕刻，好，几棵树，比较大一点哈，因为它已经最近了嘛。把这里的屋顶，我们斜斜的，我们再雕刻一次。好，你看那个房子都没画，可是已经出现了啊。出现它的大约的形，这段的过程中，我通常都会眯着眼睛哦，我把色彩区放完了，然后开始穿透，好，就光线有一些穿透过来，所以穿透的呢，它的红色特别明显，红或者暗红啊。它就会特别明显，就像这样，哦，OK。然后我画完暗红的上面会点一点或点两点，这个代表这其实光线还是，有一些因为树的高度啊，它还是找到了。
这样的话，这个中间的那个白你就可以点上。好，我们把 deep 跟 light 放进来，好，就表示说这个光是从这里来的。好，虽然它比较远一点，好，可是它还是有这个黄色的光线。好，那如果留到这些白点呢，待会儿我们再去加上反射光，好吧，应该像树林间，好比我们像这样点一下，因为我的颜色呢，并没有上在这一块画布上，好，这个完全白，所以呢，我任何颜料放进去就是高饱和度的，好，就好比像这一笔一样，好，再来远一点的，再过来一点的就没有了，哈。我现在把房子放进去，然后这样的话我就有个具象的东西可以供参考。好，所以我要画这个房子呢，我可以第一个我可以用白色的笔，这个是硬毛笔 Flight，我们称为 Flight， 那硬毛笔呢加上一点点的Ultramarine Blue， 因为这个房子即便它是看起来是白的，可是呢它在暗面里面，所以我们表达这个房子它是一个暖色，所以我把笔触留进去。你看我们刚擦的效果，到现在呢已经几乎干了，好，那房子的这一面比较深色，所以光还是从右边过来。好，我沾到了颜色，我沾到那个脏脏的上面的颜色，我就把它重新沾颜料，然后再带开，你看就不见了，所以你不要再来来回回，那支笔就要回去再沾颜料，把你的笔恢复成原来的色彩。这个雕一下，这个是屋顶，它的透视，所以你一定要，这个也沾到了，所以你沾到了就回来，所以这个透视的线就要非常直，不能，因为它很远啊，那线条很短啊，你没办法做出空气的感觉啊，那第一个方式就约约的出来哈。然后动画刀，把 yellow ochre 这个颜色放到黑里面稍微搅拌一下啊，那意思就是说，这个黑是代表了一个暗面啊，因为我们没办法再调灰，好，我们就用黑来调阴影，黑加上黄，那就产生一个黑里带黄，黑里带黄是一个暖色的黄，意思就是说这个屋檐底下是凹陷进去的，好，慢慢的你就看到了。好，今天这两笔非常重要啊，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物件呢，它就慢慢的跑出来，好，再亮一点，我想大概反光了哈，我没有时间再回去检查了哈，大概只有当稍微亮一点，否则应该看不到的，因为我连我在现场画我都快看不到了，好，那屋顶就出来。所以你看有具象有抽象，然后具象抽象具象抽象，在这个之间内你们就可以去设计某些空间，到底有具象的部分呢，那其他地方就要放一点抽象，否则都具象的话它就会很僵硬。我常常就举例这个皮影戏一样，你就看到一个硬硬的影子或者是剪贴下去，这个不够直，有些还是需要说明清楚，比如说像这样，我现在第二笔呢就看起来像有好像有阴影，然后把墙壁这个地方撑直，这个房子呢，屋檐要再出去一点，才会像它斜斜的透视这个地方，所以我用黑一点，然后大概覆盖一点点，好，覆盖了，
好，拉拉拉拉拉拉，要超过墙壁。好，超过墙壁，超过墙壁以后再把屋顶补进去啊，补进去更斜一点，这样才有透视啊。你看，我这个会比较更斜，更斜哈，更斜。好了，我刚刚又破坏掉这个的时候，你就把画刀擦干净，从白色 parking 的地方推回去。好像一次就好了哈，你就可以把那条线条再修一修啊。好，再修一次。好啦，这个横的呢被我破坏了，再来一次。好了，这个方式就你看一下拉近哈，拉那边一下拉远。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其实每一间房子哈，不用一样一样去盖哈，我们只要给它一些部分的抽象，然后依据哈，依据这个，啊，绕着它，绕着它我们去盖。这时候你盖小一点，那这间就会变大一点。好，然后把黄色屋顶放进去。大致上我这样画了以后，我就知道慢慢有房子过去了，就不用一间一间去盖了啊。我们现在开始要把其他的跳着把这个空间做出来啊。怎么样跳呢？首先你会看到黑色啊，你不用管这个白黑在做什么，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建筑物挡住了以后的光线，然后把白色空间做好了以后，这边还有一块啊。你这样放一点点土黄色啊，你要有颜色的变化，否则它会看起来很单调啊，非常单调。好，这里。然后往上带，看起来没有变化啊，再来一次。好，这个墙也盖好了。好，这里我也可以再盖一个哈，那我们这里就可以用盖暗面的，因为它很快，很大块。好，那屋顶我们就可以用亮面啊，就是一亮一暗，一亮一暗。那这样的话，这个房子的这个结构性呢，就会好像被你画出来一样。就已经隐约看到一些房子了啊，来了，房子需要一条这个线，好，这条特别亮。好了，我们有了这个定位线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来去做这个叫做色块的冷暖色之间的交接，次交接啊。那冷色跟暖色之间为什么次交接？通常就是光线呢。它不会到那里，它就不见了，它会因为撞击了墙壁啊、阻挡啊，然后它有一些反射的东西。好，来，我们怎么样去让它反射？把白色加上我们现在的黄。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最冷的，我们目前有色彩里面最冷的叫什么？白。然后你要有色彩，那之后加一点黄，好，那就是色彩。我把色彩做出来 ，OK， 先放在这里啊，就表示这个是这一块是最亮的啊，就是说光线直射到这一块，到哪里呢？到这里有一块房子我挡住了，啊，我还没画，所以为什么我说房子不要全画完嘛？因为你要保留你待会你要盖房子的地方。好，第二块呢，它的画啊，这个色块这个是最大，然后呢再来一条说越来越小。这个原理就是快条线失点，我们常常在讲的这个edge 的原理哈。你用色块，然后从最冷
受光的最浓，然后慢慢慢慢的把它变小，好，好大一块，对不对？这里好大一块，好，我把它做完，这里好大一块，好，次交接在这里，然后变小，变小以后呢，色彩慢慢出现，因为什么？墙的白色的光不见了嘛，所以呢，色彩就出现了。好，开始有点绿色啊，这个跳太多了哈，我们再黄色再进来一点。好，那白色也要一点点哈。啊，我现在要衔接这一块啊，表示这个建筑物它到这里。好，那色块越来越小，就像现在这样，这里有一块。啊，这个雕刻这个房子喽。这里雕刻房子喽。你看房子出来了哈，那因为这个颜色呢是不是越来越灰了哈？越来越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越来越远哈。好多房子了哈 ，OK 哈。那知道这边的色块应该等于这边的色块，因为空间一样啊。把白色再放回去，黄色再带进来，这里的白黄。我需要右边也有，右边也有哈，这样的话你就会看到，哎，对对对，那个是同一空间，一次就好了，像我这样来回来就脏了，对不对？回来，好，然后产生渐层，笔脏了，对不对？再回来，好，脏了，再回来，好，这样子应该会啊，这样应该很容易啊，就是它不太难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跟这个是同一空间，这里是一个阴影区 ，OK。然后再加一点点白色，它就这个干什么呢？这个就是要离这处理这一块啊，因为它是平的啊，它不是斜坡。好，那我来开始雕刻一个房子，这里有个房子，好，那斜坡在这里，斜坡在这里，然后慢慢慢慢，次交界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你看。从白慢慢慢慢慢慢切入了一个色彩区，好，这就是次交界，你看起来像不像树的影子？跟这个不一样，跟这个也不一样啊，它就在中间。然后你可以雕刻这棵树，这棵的树，啊，不用画到满头大汗啊，它就树就出来，然后充满了变化，啊，非常快，对不对？有东西啊，对，有东西啊。那这里叫阴影啊，再把它拉回来，把房子的屋顶雕刻一下。你看这整块的阴影呢，非常完整，然后这里的光线也非常完整。那怎么样让它光线更跳出来？一点点，用画刀啊，用画刀，你就中间的地方给它粘一下，粘一下，粘一下。好，好奇怪，它就，因为这个叫 edge 的效用呢，它就会吸引你的视觉，哈，就像我常举例的，我们叫做眼睛的瞳孔一样，哈，眼睛的瞳孔是不是你讲话的时候，人家都看着你眼睛瞳孔？当然也有人看着什么鼻毛啊，什么青春痘啊，可是绝大多数了啊，绝大多数都是看着你的。眼睛反射光的那一块。好，那我们雕刻这个树，把屋顶雕起来。好了，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点点的色彩在这里，然后它代表一棵树，然后这是屋顶后面的那棵树，哇，好多空间就出来了。那我们开始可以用画刀来做穿越啊，你现在一颗一颗画就画晕掉了哈、啊。我们要的它的某些暗面的笔触我不要了哈、啊，不要它，但是呢我又不能全部不要啊，所以跳着不要。OK， 什么叫跳着不要？这样就是跳着不要。啊，你一定要从冷穿暖，暖穿冷啊，一定要这样子啊，啊，否则它就不会像大自然的这个现象。
啊，我相信有很多人画过这个，都画到最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不过大概是糊糊的啦，就，或者是不是这个字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所看到的啊，就是会拿到我们这边来画室来大家一起分享的，大概都是就是糊掉了啊，糊掉的原因就是它的色块，它本来是第一笔就是最漂亮的。那充满了信心，然后越画越糊，越画越糊，就是，他觉得那个地方要改一下，那个这个地方要改一下，好了，就开始了，啊，灾难就来了。灾难来的原因呢，他就是没有整体的去观念去把它厘清。好比说，我们的这个的观念叫做穿越，那你就是要做出穿越的这个效果。穿越呢？不会啊，我们怎么叫穿越啊？你们到过阿里山看过这个树林里面的光啊？穿过了树干啊，那叫穿越。那这个一样哈，它也是有光啊，它也会穿越过它这个，只是它远一点啊。那远一点的话，它会形成什么？这很难用口语来解释。不过我建议你们去这个瑞宾渔港啊，那个。我们常在那观察啊，渔港里面呢，它有水波荡漾啊，那去看看水波，它不是一条一条的线，它有那个光，它会穿越它的水波啊，某部分哈，某部分穿越，某部分不会，那就去了解为什么会，为什么不会啊，去了解以后呢，就会有自己参与啊，自己的了解跟我所说的不同的差异性的。这种理解啊，这种理解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构成往后你创作会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啊，因为这是你的理解。把色块，好来，我们现在加一点这个色块。啊，你看这个色块都藏在。潜藏在这个，光啊快消失的地方啊，这个都是饱和的哦。然后你会看见哇，这个树林真是有够热闹啊，真的是很多树的样子啊。好，然后我们再把垂直的线条，我们叫条状的东西啊，这个条状的东西干嘛用的呢？来告诉你，树是从下面往上长，所以条状的东西像我现在加的哈，我要画到位。我要加的现在就是要让条状的东西去感受到这是一个垂直空间，所以它不能是完完全全的白哈，它有一些是 local 的颜色，因为它在暗面或者反射光的关系哈。你看都没有滑动哈，这个是避免你出贼。避免我吐槽，吐槽知道吗？吐槽就是失误了啊。我晓得，这个影片有时候是海外的，小 ABC 了，或者是老 ABC 啊，那再看啊，老 ABC 应该是没问题了，听得懂。那小 ABC 可能就听不懂，有时候掺杂一些台语啊，所以我也必须要。谨慎小心啊，谨言慎行，那把我能表达的尽量用各式各样的说明，然后把它讲清楚。当然我们在唐薇画室的时候，就是大99% 啊都来自都听得懂了啊，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然后再来呢，这个这里有一条这个铁轨列车啊，像这样。这个我们的自动旋转哈，好，所以我要几个拉的铁轨，而且要等距离哈。那这时候呢，你就不得不用这样等距离的哈，要从好，那告诉人家说这个是一个齿轨，
那这个你就可以加一点不同的色彩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从这个绿色的背景里面图跳出来。那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画一条线了嘛哈，这个地方就可以用别的色彩把它带掉。这里有很多垂直的，那就是远看它就是像那一张了哦。啊，我并不是说要像哦，可是它就是这样子哦。好，我们把暗面的这个笔触拿掉，这个就是很远的地方啊，所以实际上不该有笔触啊，拿不掉了就放着，那就表示它已经干掉了。好，来，我们把后面的天空，天空应该是最亮的地方哦。那还可以暗示后面还有冰雪封住的山哈，所以其实是可以有很大空间的发挥。那如果那样画的话，这样子我的笔已经变绿色了哈，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因为天空如果一旦绿色，那是很大的失败啊。所以山性笔没洗干净也是一个原因。挤了很多白色的啊，这个点叫做英格堡，所以我还要住两三个晚上，那应该还会再用到颜料，所以挤多一点无所谓的。希望这次是纯绿色，啊不，纯蓝色，OK 好，看起来是对的哈。又碰到那个的蓝下面快黄。又失败了，再来，笔再洗干净。这回我要再挤一个颜料，因为那个怎么沾都会沾到哈。这个的蓝我打算用 Cerulean Blue 哈，Cerulean Blue 在我的调色盘里面呢，它是一个中性蓝的设计哈。也就是说，它曾经在选择上的时候呢，它跟 Phthalo Blue、Ultramarine Blue 三个都用白色去调出来的结果感觉它是一个中性的。它是介于 Phthalo Blue 跟 Ultramarine Blue 之间，好，太好了，总算找到我要的了。面积其实不大哈，所以稀释机不要很多，不然，待会儿揪不下来啊，因为它留下来以后，那就这个就不知道怎么解了哈，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了，但是其实也是可以的。好，我先把白的地方涂上哈。那这就是个天空。好，那当然不像天空，那怎么样让它像天空？好了，我需要一点点慢慢的哈接近。那这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你不要一下就把色彩带到我们的山里面去，下面啊带到下面的色块里面去。那只能慢慢的接近啊，这样的话才能维持你的笔。好，你看我的笔到现在都还是很一致的干净啊。然后那个空白的地方呢，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好，那甚至有一些重叠啊。好，那我这里也重叠，那这里也重叠。你看已经刮到颜色了哈，然后这里重叠。你远远看，它是不是剩这一块而已哈？好，那我再把笔增上白的颜色，再来一次。这次呢，我就带一点白的，这纯白的颜色，然后一次的哈，一次性的带过。你这样带过去的时候，你就有笔触了嘛哈，有笔触你就觉得这是风好，我的 iPad 快没电了，知道。那这个山就变圆了，所以怎么让一个山这边近那边远，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凹凸，有点融进去，好，也一样哈，它就变圆了。再来一次，做别的哈，跳着雕，跳着哈，跳着跳着跳着哈，OK，这里跳着。你看它的，海天一色啊，
那里面留了这个白啊，你就让它放着。哎，它看起来什么像雪啊？也就是说，我们做了容错的一个准备，就是即便我没画到，也还好哦，没画到就看不出来是你没画，而是你设计了一块雪地在那。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我示范的一个很快的一个画法。好，来，我再加一点点让 H 更突出的想法啊。首先呢，我们这都有电线，这个就好像我们画水彩会画一些飞鸟，意思是一样的啊，好，意思是非常接近的啊。需要一点稀释剂哈，它才能很容易哈，但是不是纯白的颜色哈，你可以加点暖蓝或者中性的蓝都可以。好，像这样的稀释剂就刚好。先画直的啊，再去处理一些，比如说它有开叉啦，有什么其他的线条，或者是你所想要加进去。比如说这是一个块状，再把块状加回去。好，那屋顶就要再加了哈，因为它已经把它变这么大了哈，所以要加一个斜的屋顶。这里呢要加斜的阴影。好，那这个屋顶是斜的，所以是从这边上去。好，那做出一个阴影。那一间一间的盖，同时把 H 放进去啊，好比这个东西，就这样加一个。就这样，一些线条就好了，那就很迷人，因为它的意思在于，你对于视觉的吸引啊，那这些视觉的点都不能过大哈，那你可以放在这个反差大一点的地方，好比像黑暗一点的地方。不记得啊，就是它有点暗，然后有一点暖的蓝，所以它不会是纯白哈，但是它的明度却能够给人家一个吸引力，就是它确实是一个什么东西在这边，我不知道，但是它就是在那里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隔起来。好，那你要水平线啊，跟垂直线，这样就会看起来像房子。好，那我们再把屋顶盖上去。好，盖个屋顶，啊，斜的拖过来。这个是屋顶下方的阴影啊，这样的话呢，你刚才画出来的这个色块不是很接近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弥补过来啊。你就往来暗面里面有个房子。好，最后，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常常讲的穿越啊，像这样的山，对不对？你需要一点点横向这种空气啊，或者这个圆圈啊，在转圆圈的笔触。让这里的雾状呢更明显，啊，否则它都是横向的线条。好，那这里要很整齐的一个雾状，然后慢慢上升。好，那因为它的颜料已经快干了啊，所以你现在去磨的时候，它底部它的颜色它并不会跑掉，它会保持远山
的那种纹路的效果，纹路的效果。可是呢，它又给这个有一个背景，它是一个雾状，所以呢，这一块呢，它突然跑到前面来。好，好，那再来就是这一区，所以它一样有这一块的雾状区，能够让前面稍微凸出来一点点。那这个的雾状区就不用全整块了，就保留上方，然后只做下面。那我怎么知道做的多大或完不完整？你可以大约看出来，它都是蛮锐利的哈，这个都是蛮锐利的一个边界。好，那看起来好像我们现在照片的那种阴影。好，然后慢慢跳整画就好了，就用这种叫点触式的这种 edge， 点触式。然后又有一层，好，又一层以后呢，再来这一层呢，你完完全全也需要一个暗面哈，所以这个暗面呢，你要用的不能有白色了哈，因为它已经很靠近你了，好，你可以用点触式，好，让这个暗面呢有一些完整的地方。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穿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阴影一样，就是大自然一直在教我们这些东西，怎么样利用大自然它已经告诉我们的语言，好好的去设计。好，然后把黑色拿过来，黑色在这里，把黑色拿过来，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做一些对比，这里不用太大块啊，跳着做。好，对比坐在哪里？坐在这个黄的上面，你看那块就平面就跑出来啊，一样，这两边的空间是一样。再一个，刚才沾到黄了嘛哈，拿出来一点，再把黑色拿出来，一点点。好，那这一块呢也一样哈，你点触式就可以了哈，不用带开哈，不要带塞哈，这样的话这两个空间是不是就衔接在一起啊？这样我们就慢慢带开。好，今天呢，我大概我不想几分钟，大概就示范到这里。好，我待会自己再签名，希望缩短你们能够学的时间。哦，蛮暗的，反光，来，我关掉。好 LED， 我们现在看到 iPad 它会发亮，所以看起来它好亮。我没办法让它亮啊，那我来拍一下让它亮的关系。我把灯移开为止好了。那我想或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真实的效果。OK， 好，现在我把灯打下去。有没有各位看到了哈？这么说好了，我自己怎么觉得好了？我对雾状区跟色彩区跟这个对比的部分呢，我觉得我做的比较柔顺啊。那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如果以光线都充足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感觉还不错了啊。OK， 好，今天示范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